在上周六跨界歌王半决赛的舞台上，经过专业评委的点评和投票，最终靖王王凯败给了霓凰郡主刘涛，陈松伶输给了李光洁，巴图输给了秦海璐。面对这一结果，不少吃瓜群众表示怀疑，认为有黑幕不公平。就连嘉宾陈松伶的老公张铎也不满妻子陈松伶被淘汰，在微博上爆料跨界歌王的黑幕，直指结果是预先已经定好的，与投票打分完全没有关系。这大有深意的话题更是坐实了网友的猜测，节目从头到尾都是套路。我觉得苏东就是一个内心充满爱的姐姐，不要这样子，姐姐，我们就是很努力的走到今天，然后其实我们真的是在舞台上把我们最好的去呈现给大家，也只希望就那么一点点，就是希望你们会喜欢。